道终于突破70万订阅大关啦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也会遵守我的承诺，送出 iPhone 11 Pro 来回馈给你们。你们现在只需要确保已经订阅了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了小铃铛，还有追踪了我和 Cherry 的 Instagram， 之后我就会从中挑出幸运儿，把这个 iPhone 11 Pro 送出去啦。所以我们继续看影片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我现在的人呢就在惹荡 ，OK， 上次是在朗高威，然后这一次就已经换了一个场景，我们这次来到惹荡。你看阿旺。OK， 对呀，今天依旧是你。OK， 所以上次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上个还是上两个的影片啊 ，OK， 你们就会知道上次我跟阿旺在朗高威的时候，我们去旅行的时候，我跟阿旺两个人就跑进了 Miss and Ryan 的房间的厕所，躲在里面。然后这一次我们换了一个场景，我们来到了惹荡，然后我们也换了一间酒店。这一间酒店明显就比上一间大了很多，然后有更多地方可以藏，因为我们的格局是跟他们的格局是一样的嘛。先带你们参观一轮，来，反正格局是一样的嘛。哎，这边我们外面介绍起先啊。还不是要开门给你。OK 来，首先这间就是马桶房。马桶房，然后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马桶。然后这里是洗澡房。洗澡房，顾名思义就会有一个花洒。花洒，然后下面是洗不不的。洗。所以你不会这样低吗？你不会这样低吗？你过去示范一下。差不多。所以我们现在给你们介绍这房间的格局呢，是等一下我们要去他们的房间的格局是一样的。哎，对，一模一样。讲到他们，我还没有跟你讲今天的主角是谁。上次我们是躲在 Miss and Ryan 的房间吗？这一次我跟谁还记得？做了一次。谁还记得？我们这次两个人呢要去躲的地方是 Findy 和吴先生的房间。OK， 因为我们这次来旅行呢，我们是四对情侣一起来嘛，然后我阿元一对，我阿旺一对 ，Cherry 阿旺啊 Jasmine， 我们四个人是一间房，然后 Findy 吴先生 Miss Ryan 他们是在隔壁房，所以我们是四个一间房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跟阿旺就要去他们的房间，依旧的跟上次一样，也是一样躲在他们的房间，看他们会有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无聊。OK， 房间的格局就给你们介绍完了，所以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计划了。因为上次呢，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呢是可以，是他门没有锁嘛 ，Ryan 他们的房间没有锁，所以我们可以自由进出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次这种是酒店的格局，酒店顾名思义的话就会有那个房卡，而且房卡呢，我们一间房间也只有一张，所以如果没有房卡，我们就进不到房。然后我有个 idea， 就是讲我们等一下进他们房间，假装跟他们聊天嘛。然后聊完过后就跟他们讲我们要回我们自己的房间了。然后就开假假开门，然后给他们听到关门的声音，他们就以为我们是回去了。把其实嘞，我们这样子走出去嘛，开了那个门嘛，然后我们是躲进那厕所里面，然后他们就以为我们是回去了。你觉得这成功率高吗？哇，真的是不错哦。无聊。OK， 所以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行啦，九点半，11点半，11点半的船，9点半我们一定全部很累了。拜拜，你先打蜡嘛。OK， 明天几点啊？好，我先你进来。加油！走，来，阿旺是哪叫醒来的？拜拜。不用，我要找目标，我要找这个人，找那个你自己找。
我觉得阿燕很怕是
是很惨的，如果他没有没有讲真的，讲真的啊，你们可以慢慢，没有从哪里一个时候开始是反派先，我分不清楚啊已经。我开门看，本来是去，我要去找你，因为我要跟你讲东西，然后看到你鞋子还在我门口。我跟你讲，海源现在是很怕我们跟他讲的话是真心话。喂，我敢冲哎！我刚才问，我刚才问阿旺我要不要出来，然后阿旺讲不要不要，继续躲。阿旺不敢面对，阿旺你不敢面对现实。什么？讲多一次，讲多一次。呀，勉强找起来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阿旺很火，好吧？喂，你不要给我。在你们要讲我们的东西的时候咧，对，然后阿旺就一直对着 camera， 然后下一秒他就讲阿旺，然后我就他讲的去过嘛，不是我，然后下一句你们直接讲我呢，那个阿旺也是，不是阿源，阿旺也是好不好？巧啊！那脸直接变掉了啦，秒变脸了。可是放心。哎 ，OK， 所以你就算了啦，你。所以我跟阿旺两个人呢是被反骗了啦，但是。接厕所。他来接厕所。贼船你已经上了啊！可是放心，我们不会讲水的。我们吃这种东西，我们要讲人家坏话，我们是在 WhatsApp 讲。这里尴尬吗？想真的超级尴尬，真的超级尴尬。期待下一次的泰国 trip。OK， 这样我们下次变泰国 trip 吧。OK 然后泰国 trip 的话，我再去你房间多。OK， 我们厕所一定要放。我们下次要讲谁坏话呀？这次我们要放对。Cherry 跟小米不在吗？我们下次讲他们两个坏话。所以你要躲 Cherry 的厕所啦。好哦，这样我不就做高我自己啊？对了，OK， 所以今天片到此结束了，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